羽球出手啊，大力平飞是一个安打，外援手一次没有接得很干净，那现在麻烦了，要多掉一个垒包，停留在得分圈上。这是一个二垒安打，哇！才要想说岳振华今天攻击上稍微比较寂寞一点了，马上就发挥他的打击实力。嗯，我可以把球打这么强劲啊，击球出速很快。落地之后，今天弹跳，下过雨之后，场地也比较不适应的情况。打，这一球打在中外野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手宋承瑞退到 warning track 前接杀出局，结束了蓝队。